医师带来的小检测，竟一秒惹怒主持人。我这边其实有带一台肺功能机，大概就这样，正常呼吸，然后吸气，吸气吸饱，含着吐气，用力。鼻耶，超羞辱。哎呦，哎呦，就是没有鼻。哎，刚刚没有台阶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